奔跑吧，有跑得更远的台铃长续航电动车，网络总冠名。收看跑男来了，大家好，我是杰妮。本期的奔跑吧来到了贵州的贵阳，这里呢是我们兄弟团成员深深的家乡，大家一定在节目里面感受到了他对家乡的独家记忆。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其他的成员们在这里发生了哪些好玩和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凉快点儿，让大家舒服点儿，没什么要求，我们的服装都挺好看的。我想说，虽然衣服很帅，但是咱能不能给点短裤穿？好男的衣服一直都挺好看的，相信他们。我对服装组没有任何意见，点赞加鸡腿。我而且我还要真的说一句，就因为我们现在的衣服真的越做越好看，而且以前呢其实有一套，现在可能一个人有两到三个 look 你都可以去挑，比如说热了就可以换成 T 恤衫，然后冷了可以穿成帽衫或者夹克。服装老师他们在给我搭配一些饰品的时候，会帮我专门找一些星星的小细节，还挺感动的。我们所有的人吧都被我们跑男节目组很认真的在对待，就从这些小细节上会觉得很温暖。说实话，感觉那个猴子对我的威胁可能会更大一点。猴子吧，应该是黔灵山的比较有特色的，是吧？能到这儿看一下，挺好的。我觉得是游戏里的鸡，因为那个鸡呀、啊，太不好控制了。哎，它比较不听话了，它就是总是不飞到我们那个笼子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能跑的鸡。哎，它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了。啊，别鸡跑了。自己主动跑回山里，比猴子还厉害。但很奇怪，是我们这队的鸡就永远就是往天上飞。哎，这家改飞机了，这叫传说中的飞机。那就寓意着我们要一飞冲天吧。跟周深的老师一起吃一道贵阳的那个小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最刺激的。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拍视频的那一段，因为有些人视频拍的有点太明显了，还没有成功，最后是我帮他拍的。我觉得是远哥举着手机去深深面前的时候，即使有瞬间，也是今天就做游戏第一个环节在黔灵山，为什么都是他？那个我觉得稍微有点巧合度太高。其实，在后面那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应该就是我唱《爽爽的贵阳》的时候，深深突然冲到我的镜头前，还跟我打招呼，这确实我把我吓了一大跳吧。应该就是这是最刺激的事吧。他高兴去吧，惊喜的瞬间，多开心的事情！这个团队的人都特别喜欢你，还有这么多的歌迷、老家的亲朋好友都喜欢你。希望周深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找人喜欢。深，快回来吧，录个 ending， 咱就收工了。虽然就是骗了你这几次吧，加上上次的蛋糕，但是我们还是很爱你的。今天加班的开心吗？你看我现在这副狼狈的模样。陈峰老师，对不起。您觉着呢？加班还是开心啊？见证了这个，对啊，深深的母校。然后呢，又见证了深深这个长大的地方，然后又吃到了这么多好吃的美食，当然开心。这次节目组安排的惊喜还喜欢吗？很感动，因为首先跑男能够来贵阳，我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就看到身边的朋友们都说哇，你们在贵阳录节目，然后跑男的都在耶，然后就问哎谁谁谁在不在，谁谁谁在不在。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没有什么这么大型的节目来贵阳录过，没有怎么的来向全国人民来介绍过贵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当然我很尴尬，因为最后回到了的母校，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能够看到之前教过我的老师，看到自己的班主任，是意外之喜，一切好像自己又变年轻了一下。
花溪公园，然后常州也有一个花溪公园，就这个时候就瞬间就想到，其实是情感上的一些细节，或许让我想到家乡，想到亲人，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不经意的可能会打动我。有几年特别特别忙的时候，连续快将近十年没有回家过过年，挺感慨的，觉得是不是除了工作以外，还是应该去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家乡的味道，对，我喜欢吃上海的小笼包，去很多的城市我都会去找上海小笼包吃，但是还是最喜欢吃家乡的小笼包。生病的时候会特别思念家乡，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会特别思念家乡。受到一些挫折呀，或者是快乐的时候想家，然后受就是伤心的时候也会想家，然后生病的时候也会想家，因为小时候都会有父母在就是照顾自己嘛。这次能来到家乡很开心。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会特别怀念自己在贵阳这段时间，因为在贵阳这段时间是我最简单，然后又最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时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常州有很多本土的人文，然后有很多百年的文化，游乐园非常的文明，中华恐龙园就是我们常州的，还有嬉戏谷，然后还有好多好多，欢迎大家来常州游玩。挺希望大家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去北方的，因为北方会下雪嘛，还有一些就是自然景观，比方说一些树挂呀什么的，很美，很漂亮啊。其实湖南娄底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城市，但是呢，它一直都，有着特别湖南地道的一种性格在。然后他们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且，做菜做饭都非常的好吃。因为青岛建设一直都是非常的这个现代的，很适合年轻人去旅游和游玩的。我们这青岛人啊，都是大个儿，然后又长得帅。我要给大家真推荐，我只能给各位这种妹妹推荐一下我们山东的这个帅哥们了。我们那个罗店呢，有好吃的碱粉、好吃的荷叶粑等等等等，好吃好玩的，欢迎大家过来。贵州是一个适宜居住，然后让你来了以后可能还不一定想走的地方，有很多美食，有很多人文，有很多历史。最关键的是一点的是，贵州的人民非常热情，非常真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美丽大贵州。我会说贵阳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了解的越少，你在这里能够挖掘到的宝藏就越多。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深。贵阳有六爽：宜人气候爽身，阳明文化爽心，秀美山川爽眼，酸辣美食爽口，特色风物爽购，宝藏玩法爽游。我生长的地方贵阳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希望屏幕面前的你有机会也一定要来爽爽的贵阳。哦耶，我们坐船了。那个导游，这水有多深啊？最深的地方是有38米。38米，三十八米，三十八米也就到我这儿，我脖都能露出来，脖都有37。难道你是尼斯湖水怪？好好看啊！这里的富氧离子很高的。是的，它的富氧含量离子每立方厘米有10000个。现在就已经是最高的。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深呼吸一下，洗洗肺。而且你们刚才不是觉得热吗？我们这个水是非常凉快的。哇，真的，对，真的很凉快。嗯，真的，哇，好舒服啊。对啊，哇，好冰的水啊。那现在呢，就即将要进入我们的空灵洞了，感觉现在像进了一个空调。各位老师，一会儿千万不要堵我们天鹤潭的这个水哦，它是非常有灵性的。它有一个说法是叫做滴在头上走官运，滴在手上走财运，滴在腿上走桃花运，滴在肚子上就怀孕啊。滴在我手上了，快滴我腿上，快滴我腿上，来来来来来，哎，来了，啊，都有了，哎，有了，腿滴着了，头该投了，头也滴着了，完了，今年2023年，这是奔跑吧，哇塞，你看又来花了，完了完了，挡也挡不住了，这是。我们
们这个地方它有另一个名字，是叫做天然 KTV。 小颖老师在洞里面唱歌可好听了。你应该上一期来，上一期这首歌是我的代表曲。咱们两个可以一起唱吧。我练了一晚上了，这怎么还有贝壳在上面？这一段是侏罗纪世界，上面雕刻很多的贝壳和海螺、贵州龙、海百合等等的化石，这些都是在我们贵州发现的。是真的吗？但这个不是真的，但我们是雕刻上面，相当于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研学基地。就等于是他把曾经发现过的一些化石的标本，然后雕刻在这个上面。是的。然后这边这个就是完整的贵州龙的一个化石了。贵州龙，对，贵州龙，它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虽然说它的名字和恐龙比较像，但是它们两个呢是只能算是远亲。我们在这应该会发荧光。是的，白色就白色，就会感觉荧光。对，我们这一段是叫做海底世界。哇，好好看！顶上是星空和海底的一个融合，两边是藏荧光油漆绘画出的一些画面，上面有很多的珊瑚、热带鱼、水草、鲨鱼等等的一些景观，仿佛置身海底世界。哇，漂亮啊！荧光画。天哪，这得画多久啊？哦，这好漂亮啊！接着呢，大家往左手边看，这个洞厅是叫做潮汐潭。哇哦，好漂亮啊！潭下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天河潭了。这个地方就叫做瀑布，好舒服啊！爽爽的贵阳了吧？到喽！欢迎您来到花溪世界。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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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花溪世界，又来了。小雨，欢迎您来到花溪世界。欢迎大家来到花溪十字街。上一项任务当中送出的依然是粉队，所以你们在天河潭获得的伴手礼就在旁边的桌子上。哇，都是专门定制的苗绣银饰的画标。哟，哇，银饰吧，银饰的。哎呀，哼，生气，我才生气吧。一无所获，问题是倾尽所有。哎，行李箱放得下吧？帮我装一下，我帮你装，帮我装一点吧。那么穿过这条小巷，就进入到我们十字街的一个主街区。哦，说到这里呢，就。少不了要吃上一碗牛肉粉啊！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大家来尝一尝我们花溪牛肉粉啊！哎呀，刚好饿了，粉啦！我要来一碗，我要来一碗蜜粉粉。哇！贵州的小吃都在这里。也是一条街的卤味，让你吃得舒服，价格又不贵，吃到二点晚了还要等排队。你把心的话可以自家开天会，心头巴不得马上来贵阳一趟。提醒大家吃归吃，要注意健康，重要的是保持身材，不要长胖。哇，这是什么幸福时刻呀？这都快了，吃了。就是你可以跟他们告诉他们那个丝娃娃怎么弄，你贵阳人你可能更了解一点，还可以吧。你是这样，然后你要把它裹好，然后再把那个酱浇上去，然后就可以吃。哦，酱相当于蘸了一个酱。不是很甜。哇！
先得来口汤。好嘞，各位，不错。想加辣椒可以加辣椒，想加哦，还可以加佐料的是吗？谢。嗯，是这个味。所以我们平时点的外卖花溪牛肉粉，就是原型就是这个，是吗？对。嗯，我感觉它都没有放油，它就是牛原本的那个。哎，哇哇，好鲜这个汤，真的。咱们这个是不是放了两种浇头，一种牛肉，一种牛筋，是吧？对，牛肉牛筋，然后还要稍微肥一点。如果腻的话，可以吃点酸萝卜。哪个是酸萝卜？就这个，蘸的那个，蘸的这个，那就有点酸哦，有一点点酸哦。怎么样？不酸，可以。好吃吗？我喜欢吃酸的。嗯，我九几年在贵阳上艺校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那个牛肉粉的味道就是这味道。我记得我以前吃过的也是这个味道。就这味道是地道的了哦。对，地道的，好好吃。外面好鲜啊！我的天哪！尝了都，给我来俩。贵州话应该。这个话可以吃不一样，不同的嘴。可以先尝尝原汤的，原汤的好吃。拿点蒜呗，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啊。一会儿没有什么距离很近的游戏。没事，他们仨，他俩是一组的。山东人的 DNA 开始动了。都别建议啊。嗯。哎呀，这大蒜。这里应该把我们的声音放大，然后就是一个沉浸式吃播，就听到我们嗦筒的那个。这粉好好吃啊！这是此次贵州之行最爽的一刻。不是，这比你赢得游戏还爽。享受家里的味道。我们原谅你吧。我觉得。重点是本地的牛肉吧。刚才被抽了那几个，那几个大巴掌，来补一碗粉，还是给了点心理安慰的。各位老师。觉得我们花溪牛肉粉怎么样？好吃，好吃，好吃！吃了这碗牛肉粉，咱们就是半个花溪人了。来，这边请。我们即将进入咱们今天十字街逛街的一个小高潮。哦，照片，哎，照片，你们的照片，就你们仨的。哇，好好看，谢谢。花小梅是吗？大家一定要尝一下，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太好吃了。好甜，在国内特售，哇，像糖一样，好甜啊！有喜欢喝啥？来来来，好喝，挺好喝的。好，各位老师，我们今天十字街的浏览呢就到这里，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我们去看一下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大家呢。
然后去那个赛道那儿。不用，就不用，直接踩一下试一下好了。你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是指压板的，普通指压板是吧？对，这个是空的。是有人去吗？有人去吗？这个是小公司，小公司，也就公斤得提前就是拍好。风格里面是这样的，是有这三种，只要把它封好，要不然你镜头拍过去，永远只跳到一个白色里，什么都看不见。嗯。我只有表情管理，只有管理。你是怕的，我怕的，我超怕。你连跳八次啊！你这样跳进去，跳出来再跳进去。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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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我的笑点，好痛啊！我想，会很痛，我可能会想休息一下。是能接受吗？可以吗？我要玩吗？我是能玩的，就是因为我当时玩的时候，真的玩会有一种未知感，我会觉得是不是下一个会好一点。但你想摆在我面前让我跳，我就是。你手这样，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对对对对对。你拿个扎紧点。OK 吗？好 ，OK。加水。没了。好着急啊！我觉得啊，小强，你们倒那个水是不是少倒一点？你进保量，它不会就是大面积的水泼下来。对，稍微不要倒那么多一点，差不多就行了。我已经开始恶心了。啊！臭吗？臭。多臭？臭，超臭。哦，你杀呀！太臭了。哦。臭了。今天是多少？四管。上一次是两管。仨管或四管，不是我们要穿衣，别动。是不是你这个头的问题啊？你看，它是一个被你们挤压过了的东西。你试一下，它的吸管有些剪过口。剪过口的朝下，没剪过口的圆形面朝上。而且这个姿势特别难受，你得有个凳子这里，我认为。你家身体绝对的稳才行啊。吸管的问题，这个就是好。你好 ，OK。试一下电极，给我电起来。来。贴在那个电机可以一开始测试一下它的阈值是多少。我不想试了啊，没事，我请你先最低的，先给你慢慢调，然后你受不了就跟我说就好了。开了啊，上一个两管，等一下放响。哦，四一，四一。二呢？我们俩寂寞，跳起来了啊！机械舞，这是干嘛？好品，好品。你 OK 吗？你来一档。啊，一档可以了。这是二。啊。OK 吗？那我不加了，先这样。够了，够了，够了。你是有感觉，但现在有风。有感觉呀，还蛮强烈的。这手至少要看上去它在抖动才行。
感觉二跟三有质的飞跃、哦。是的，哦，好疼啊！我的食指在抖，就是你一定要手有反应才有食指。我觉得你桌子上都给三，不管就用三，桌子上都是三。嗯，接下来大家要进行的是第三轮的障碍赛，请大家重新进行你们赛道的分配。我选第一个吧，我没玩过。好，那我就选最后一个。每个人不一样。哇哦！那谁，老沙，你赶紧把位置排一下呀、啊！你去排位去。我选。干啥？干啥？凯哥，啊，你别扇鸡了。对，我不扇鸡了。你鸡都扇天上去了，你还扇呢？还是你扇吧，你扇。我也扇不了，我。那他们都选完 A、B 道了，我们只有 C 道了。给你们，你别扇鸡了。要你跟范德任忽悠忽悠他，让他自己选。他如果选到一个那个位置上才行。我也不扇了，我去第三个。我来，那我指压板。那就每个人 换着玩，那深深简单一点。好的，你也扇鸡啊？第一轮的电击到现在还有反应，真的真的，咱俩一起扇鸡啊！看一看这一轮谁抽到了幸运炸弹，撕贴纸，三二一。嘿，这个真的。真的没有问题吗？幼稚啊！谁抽到了？这个真的是随机的吗？我也有炸弹。啊，小雨也有啊。这还有个炸弹的。哦，两个炸弹、哦。还有一个炸弹。我是炸弹。我们这一轮是有两个炸弹。哦。你这么幸运、啊。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了。那如果他这个也是，就应该不是了。你好好说，你刚才是不是拍了小片儿？我小片是宣传贵阳的。确定吗？真是宣传贵阳的，就是介绍乾陵公园的。没事，因为这他也有一个。对，我知道。那你们这个棒次的陷阱项目就是，你们刚才贴的那个胡子是有怪味的胡子。怎么了？是到底有多味儿？我好想知道一下。好，请大家就位，我们开始第三轮的比赛。赢一把行不行？争口气行不行？是我不想赢。请大家准备，三、二、一。快点，爹！哎呀妈，好几个指甲板，我的妈！来，机长，机长。好，机长。我可以了。这胡子好上头啊，一股屁味，太臭了。啊，机长，机长。悄然无息的就已经完成了。周深，你在干什么？来，我给你套下来，从后面。深深，没事儿，这一桶水都是你的，深深今天。进了。耶、yeah! 哎！真不容易，帮我递一下，快。过了啊！这也太厉害了。周深帅，好 man 哦！哎，到了，快！啥味儿的？鲱鱼罐头味。鲱鱼罐头。深深，我帮你，深深。OK。好 ，OK。哇，手抖。OK。三轮三队都已经完成了，恭喜！
什么味儿啊？萧元，萧元，让我闻一下呗。哦，胡子给凯哥闻一下。不要，你稍微闻一下。不要。啊！上头啊！啊！干！干上头！不要坐一排，你们两个两个的，两个三个两个三个的自由组合坐三点自然点，哪个想和哪坐在一起就和哪坐在一起，行吗？哎，你们两个好，你们两个坐，你俩好，你俩坐，你们俩往这边一点，请你们沉静一点，表情做到，情绪做到，不要做错，然后就做，你还是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也可以，就自然的做，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只要不要太夸张。就开心一点，就想象着我们现在不是在体育馆里面，我们是在外面野炊山坡上的那种感觉啊，很开心的啊，很开心的。继续不要走开，我们去听一听成员们在车里都说了哪些悄悄话呢？我昨天吃个酸汤牛肉锅，太好吃了。啊，我没吃。太好吃了，排名第一的酸汤牛肉锅。哪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桂厨酸汤牛肉，昨天吃的。我吃了那个肠旺面。肠旺面。肠旺面。对。好吃吗？但我没有吃面，我吃的是肠旺粉。我把面改成了粉，很好吃。我也喜欢吃粉。而且我加了肠，加了那个豆腐。哇。是那个家常豆腐，就是那个老豆腐，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三角形那个。哦，那种。卤的，有点像。卤的。哦，好吃！我特意搜的必吃榜，然后去吃的那个。其实应该你们要有空了吃一吃那当地的纯贵阳的烧烤。
烧烤也贵阳的烧烤，我觉得真的是。晚上整点啊。今天去吃点什么？烧烤吗？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有吗？今天去青岩那儿，一定要吃他那个小豆腐，青岩小豆腐，还有他那个猪脚，猪脚特好吃。青岩的猪脚特别有名。对。那么你要给我们作为这个推荐官？哦，对哦，你是推荐官，好好给我们推荐一下青岩古镇，好吧？那我努力，我现在去搜一下。什么小吃什么？马上把历史啊、几几年啊全部背一下。好，来来来。就等一下，有一个导游那个小麦啊，跟那个别的那个小喇叭。拿个小旗儿。好，我一会儿努力。贵州有一个叫拿那个锅煎的那个洋芋土豆。哦，洋芋粑。就是一个锣锅，一个铁锅，薄的锣锅，锣锅。我昨天吃了，昨天都没闲着呀。那个就叫锣锅吗？锣锅，锣锅它是有各种。那个不就是那个罗山的罗，就是罗山的罗，罗山的。一个是乐，一个是洛。乐山的乐就是乐山的乐，乐山的乐不是乐山的乐，乐山的乐不是乐音的乐，乐山的方言就是这么乐。乐哥，乐哥，乐哥，乐哥。现在饿，啥都想吃。这里有很多吃的，丝娃娃烤肉，对，都是丝娃娃也是当地的。哎，丝娃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丝娃娃是啥呀？它拿一个面皮，然后你把所有切成丝状的东西，你喜欢吃的就包进去。豆芽啊，豆腐丝儿啊，土豆丝儿啊，面条啊，然后再浇些汁，然后吃。哦，它就像自己做的小春卷。对对对对对。那里面它所有东西都切成丝，所以叫丝娃娃。看出来了，大家都饿了。一直在聊吃的。刚才都不敢吃，就怕被这猴给撸走了。我们今天的花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导演组呢，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老 PD 好，但是没有关系，更多的精彩花絮，请锁定我们每周五晚上线的《奔跑吧》，以及我们的《跑男来了》。好了，我要去看游戏了，下周再见。